好，这里是河北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啊。今天是1月24日下午12:53，现在来了一车新疆驴，刚好明天是溧阳集呢，带大家去看看小毛驴，再给大家报价。小毛驴开始卸车了啊！挨个往前走啊！白驴肯定，这个白驴有。哎呀妈呀，怎么还来一个？这还个马呢？一层已经卸完了啊，我们现在准备卸二层。好了啊，二层可以开始了。200斤以下的公驴29.5元一斤，200到300斤的公驴28.3元一斤，300斤以上的公驴27.8元一斤。肥公驴现在在26.8元一斤，母驴2到4岁的架子驴是26元一斤，老母驴是24.5元一斤，肥母驴是25.8元一斤，肥老母驴是25元一斤。200斤上下的很多啊。走，刚才咱们已经看过毛驴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看马去。马驹13.6元一斤，肥马驹13.7元一斤，二穗是13.7元一斤，肥二穗13.8元一斤，老克马11.5元一斤，肥老克马12.5元一斤，老善马是13.5元一斤。肥老善马是14元一斤，上去了。完了。刚才我给大家报的价格呢，是咱们近期驴马的一个真实成交价格。当然，具体的价格要根据驴马不同的质量上下会有浮动。明天是咱们溧阳集呢，欢迎家人们都过来赶集，等你们哦。